游戏解说视频。那么今天呢又是回来了，给大家录一下这个生死局是吧。然后话说有事也只有两天没给大家录是不是，但是这两天我看粉丝们特别想看生死局啊，所以说没办法了，只能给大家发一下了。好，那么现在的话也是剩一个僵尸了，哇，人类灭队，哇，灭队了，好屌。那么第一局是打了个灭队之后呢，咱们今天呢由于这个比较晚了，这花哥没打素材啊，比较懒了，就是把以前打的那个素材啊给这个找了几段给大家发一下是不是。今天这个节目咱们一定要激情一点，很多粉丝说我这个没有以前那么激情了是吧。好，那么就进入状态啊，倒计时啊，5 4 3 2 1，哔哔哔，好，开始啊。然后呢现在咱们捡了一个易拉罐啊，然后呢这边好，后面跟着一个菊花，我就崩一下，你看就把这个脑袋就削掉了，然后这边跟着一个来了，咱们就这边跟他走走位是吧，一刀没死，天哪。然后咱们现在有点危险了，好，打闪了，走你，没死，补刀，好，一个补了一个青刀啊，这个青刀有点不好看是不刀的，不过呢还是把他刀死了是不是，保住了咱们性命。哎呦，旁边这个又是遇到粉丝啊，这个花哥不拍生死了是不是，呵，好吧，那今天这个就给大家这个拍一拍是不是，是吧，怎么能随轻易的就放下一个游戏呢是不是。好，那么现在的话现在只剩一个僵尸了，咱们不知道在哪儿，咱们先讲一下这个易拉罐啊，第二世啊，这个说这个人说我第二个第二世华哥是吧，是你们华哥，这两个人在这玩这个肉堆呢是吧，那两个人在那搭着呢是不是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。然后这边是僵尸好像没在这边啊是吧，然后这个人类也都下来奔放找僵尸了，然后这些人在那边一直在议论我啊，华哥只是暂时不拍生死啊，是啊，今天我这个又拍了，我这个妖娆，我看抓了三个啊，这小伙也是够屌啊，你看那边这边来了一个嘛，这不，加一个这个血清走你，天哪，天，变死神，哇，这个有点坑了，居然在关键时刻变死神了，我天，这你能信啊是吧。这边有小比伯，小伙啊，小比伯，比伯哪里走是不是，拿这个 AR15 杠 S， 咱们他应该变了，你看咱们就不管他了，咱们主要还是这个去这个找大肉啊，去找这个熟的点啊，来咱们破一下是吧。像这种这个单个的僵尸，你看这边二楼点不就有一个吗，不过这个二楼点这个火力也挺猛啊，咱们这个残血根本就是招架不住的。好，咱们现在换成这个废柴的话，咱们看一下这个二楼点啊，一个连跳看看能不能破掉。二楼点这个看来有这个神器在那是不是，不好破是吧，这个荣耀 AK 是吧，就是一个荣耀 AK 了小伙，咱们这个一个连跳直接过来，好吧，他变成这个英雄了，然后两个英雄就在这直接把我这个剁成肉酱了。好，那么现在的话现在剩三个这英雄啊，八个变异体，然后这八个变异体的话现在好像也没有这个战斗的欲望是不是，在这下面不知道干什么的，在二楼下面你看不上楼，你看被炸死了吧。哎呀，真是的，这个僵尸啊，要是想让我气的话我能气死，你信不信啊。哎呦，然后这个现在就是三个变异体了，然后现在两个这个英雄啊也是在这一直在这炸是不是，把这个僵尸啊都炸蒙圈了，你看这僵尸还跟着他屁股，你看他炸没了吧，你看死了吧。好，现在又剩两个僵尸了，一个这个就死神在这穷追不舍，但是最后还是被炸死了，现在只剩一个了。这一个小伙到底能不能这个逆转局面呢，我悬了是吧。好，那咱们换了一个沙漠地图啊，那么瞬间咱们就换成了沙漠啊。为什么换成沙漠呢华哥，因为华哥呀总是玩一个图玩腻了是吧，今天这个激情解说啊当然是各种图都激情一把了是不是。好，那么的话现在呢咱们喷了一个喷漆啊，但只漏了一半啊是吧，但是怎么看不到咱们名字啊，实在没办法。好，现在的话这旁边是没有几个僵尸，咱们看一下啊，咱们看这个地图呢就能预判到这个僵尸的这个在哪变了，然后现在这个又是一个新出的英雄局在这刺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脚步来跟上啊，跟着花哥的节奏，这边遇到僵尸啊，然后也是跟着花哥好好闪了是不是。哎呦，你看怂了啊，你看怂了，不敢过来，你看在这躲着呢好像，回来了啊，不过他找死去了，你看，哎呦，在这边被这个人类啊给抢菜抢掉了啊，实在没办法呀，这个人类的话不会刀僵尸实在是个重大的问题啊是不是啊，花哥这么带动你们都不会刀僵尸啊，你们太不给面子了是吧。好， A 点上面捡一个这个易拉罐，咱们走啊，看见一个闪的吗，是我看错了吗？好，这边好像有脚步啊，没有，是这个小钢盔的脚步是不是？小钢盔啊，带着这个 MCS 军魂啊，在这边浪是吧？然后来看一下这边的话，刚才我看见一只闪的僵尸跑走了啊，不知道还在不在啊？好像是不在了吧？然后这个新出的英雄机在那一直刷分啊，没办法啊，复活了，来，天哇，居然开了个疾风啊，还有咱们有防护罩啊，直接把这个。一个中刀就给带走了啊，这边后面又跟着一个啊小木偶菊花，但是他没那么简单啊，被他们打死了。这个也是有一个拿这个黄金巴雷特的小伙在那一直刷分啊，也是小土豪是不是，这边打什么呢，这还后面躲着一个僵尸我看见了应该。果然在这啊，别动蹦，哈哈，又是一个。好了，那么现在的话看一下这边的话，死神过来一个，咱们检查这个 DNA， 不要让这个死神抢掉。好，打，应该能快打，给他打残吧。好，打死了。这个他躲在门后面，只看到他钩子闪了，没看到他这个血闪啊。然后那边又来一个胖子，
胖子也是比较机智的躲起来啊，不敢跟花哥这个正面抗对抗，然后闪了，哦跑，哦天，别跑，哦后面好像有九步啊，哦糟了糟了，这小伙干嘛去了？小伙，我去，哇哇哇，果然那个废柴跟上了，咱们砍一刀没砍死，现在能变硬球了，但是咱们不变了，我感觉我要死了，这个小伙应该有疾风吧？哦不，这我哎。啊好吧，没办法，这个两个僵尸太多了，咱们最后也没选择变英雄是吧，哎一定要这个鸡啊那个那什么啊浪一点是不是，不变英雄啊，坚决不变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花哥是出去了弄去弄了一些事情，然后今天很晚才给大家回来啊，然后现在的话英雄现在三个英雄是吧，死神在这边啊独自一个人跟他们奋战。好，花生来了帮你们，哎1500啊三啊。好吧，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，你看这个男英雄跟女英雄这个一搭配啊，咱们这个完全就死翘翘了是吧，啊这个变异体还在一直跑啊，不对，他想捅这个英雄菊花，看看到底能否成功呢，哦但是没有发现啊，哎呦哎呀被捅菊花了。好，那咱们没办法，这个僵尸的话也是屁股上面没长眼睛是吧，没看到后面这个有一个女英雄啊，在他后面啊就对着他的菊花就是一砍啊，就把这个菊花给砍爆了是吧。哎呦也是够疼啊，这个废柴是吧，够可怜的，现在这个圣子鱼里面这个废柴呀完全就被虐的手啊是吧，简直就是那什么了，简直就疯了，这个废柴们。哦还有这胖子，哦大山哎给力啊给力，哎回头你也死啊。好，咱们这边啊一个前进啊一个后退，一个前进一个后退啊，一个前进啊就把他给扎爆了是吧，哎一个小走位，然后这边都是咱们粉丝啊，哎我的粉丝呢绝对是够奔放是不是啊，那绝对会刀僵尸的。咱们这局的话拿这个圣诞鹿角啊开场呢捅死一个胖子。好，咱们看一下这边啊，这边哎啊跟着我呢这个我的粉丝啊，他这个开的小号追随我是吧，哎也是这个一位忠实的粉丝啊，他不是他这个大号不是这区的啊，但是呢他哎为了花哥啊来开了个小号来这边玩啊，刀僵尸也特别吃力啊，没有血清没有这个小刀是不是，糟你哎啊，血清居然被抓掉了，这不应该呀、啊、是不是，这可能是这个圣诞鹿角号就不玩了吧，没有预判好这个刀啊是吧。啊，那么这边有一个这个 DNA， 咱们捡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 A 点啊 ，B 点对吧？去 A 点还是 B 点啊 ？A 点这边好像是有僵尸，好，果然，哦 ，A 点上面过来一僵尸，后面不，天哪，哇，哇，太不理智了，我这小伙居然差点把我坑了，我这个，哦，闪了啊，哦，没过来啊，我往远走了，居然啊，哦，哎呦，这边小伙要抢吗？好，拳头刀，好 nice 啊！咱们这个啊，不是，是不是我死的这个王一民啊，就拿着拳头刀死了这个B 点的小废柴啊，把这个废柴给刀死了。这个人类也是够奔放是吧？然后这个死神呢，也是一直在这边啊，不敢过来啊，被这个人类已经吓到了。哎，不对，这个死神好像在抓人啊。哦，死神在这个斜坡这边好像是在哎搞人是吧？啊，跳到那边了。好吧，不管他了。不过后面好像有僵尸跟上来了呢，我感觉。咱们，我想把这些人类先绕开啊，因为现在僵尸比较少。咱们现在哎其实独军奋战也是啊，哇天哪干嘛了，哦呦呦，这死神啊居然直接在这个 A 门这边复活了是吧，然后直接被打掉了。然后不，我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啊，刚才这个游戏录制一半的时候掉了。好吧，那么后边那个解说白解说了是吧，白解说了那么长时间啊，那算了，那么咱们最后打了这一局就睡觉去吧好不好，因为这个刚才真心没录上啊，那么这么简短，这么也算是很激情的一期视频啊！大家这个把这个鲜花送上，是不是也是花哥要回归这个圣子军了，是吧？嗯，也不算回归吧，压根就没说退，是吧？哎，后面有脚步啊！你看，跟着我想捅我菊花，你看门都没有，走，哎，被抢掉了啊！好，后面紧追着一个废柴，